你们两位平时会不会拿小区里别人的外卖吃？会还是不会？不会吗？哦，他会。盘点老薛互动环节。哎呦，你这个很有说法哟，哎呦，很有本事，很有说法。现在问你们俩问题哦，啊，你们先回答问题怎么表示？镜头拉远，旁边那个胖胖也拍进去，哎，对，不愿意回答呢？好，如果又想回答又不想回答呢？你冒掉了，你也真实哈，你手合起来比较困难哈，冷上。好了，问你们俩问题，请问。两位平时，请问你们两位平时会不会拿小区里别人的外卖吃？会还是不会？不会吗？哦，他会。我去，你一看就是经常拿别人外卖吃的人，你一看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你开玩笑，很高兴你们俩来哦。哦，你们俩在拍视频对不对？哦，我一直看你们那个无聊的视频，太无聊了。好了。谢谢你 啊，你竟然能听得到你说话，我在这么前排啊。废话，我给你。好啦好啦，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哇，这口罩好可爱哦。什么东西？神经病，你是不是昨天前天来过啊？莫名其妙，哎，这个很好笑哎。哇，这个好不好啊？你好会玩啊，同学。问你问题啊，同时你这个人你抽不抽烟吗？抽，平时抽不抽烟？哦，你抽烟啊，一天抽几包？一天八包啊？哇，那你要看医生的吗？一天八包你知道多少个？80根呢，我的天哪，你没有休息的时候啊，那好恐怖啊。不要这样啊同学啊，你平时游泳的时候会不会游泳啊？游泳的时候抽不抽烟啊？太棒了，我开个玩笑，真是奇葩。谢谢你哦，今天，哦，你来看我演唱会，太感谢你喽。哇，你小声点哟，祝你身体好，好不好？哦，太棒了。世界。哇，你好。哇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都听得到你了，怎么嘴里有东西不能让大家看见是吧？刚刚也跟我一样遇到鸟了是吧？开玩笑，很高兴见到你哦。哇，你热不热？这个天还穿个衬衫啊？请问姑娘几个人来的？两个人，哪个是你朋友？是这个不能露脸的是吧？哦，明白了。哎，姑娘你好，你朋友是不是欠钱了？偷偷告诉我，点头。哦，行了行了，姑娘啊，稍微低调一点啊。你头再整个埋进去，把栓子再拿上去点，万一别人对仇家找到你眼睛找着你了啊！谢谢你们俩啊，很高兴见到你哦。谢谢啊，你后面还比心的哈 ，Hello， 哎呀，今天没有下雨，是不是下雨天？啊，你是什么破伤风吗？还是感冒了？很高兴见到你呀、啊，哇，你看上去好素哦，哇，很自然呢你，很高兴见到你哦。哦，旁边那位也不错，两位一起来。旁边位置是空着的吗？还有一个位置是空着的吧？有一个朋友没来，对不对？姚斌，姚斌，啊，雷卓斌啊。哦，就这么前面那位姑娘，哇，感觉看着像没人一样。好，你们好啊、哦。好，好嘞。哦，哇，樱桃小丸子哎，你好哦。哇，这个头发打蝴蝶结都打很久哦，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头发是吧？你这整个头发是假的，哇！你前面那个空气流还很空气哦，看上去很，这是确实是假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这样打扮的话，请问你今年多大？21还是12？因为你又像12又像21，21岁对不对？哇，21岁打扮成这样，哇！没事来给你，哎，不是，你这不是樱桃小丸子，你头低下来我看，看你顶部，这是个汉堡哎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你打扮成一个汉堡啊？你打扮成一个
看着又不像汉堡的汉堡哎。完了，请问你们你几个来的？两个人哪个是你朋友啊？哇，这么格格不入吗？两个人，你们像两个星球的。好吧，哦，你看你的朋友多贴心，一直在帮你拍照哎。啊，留念哈。请问，现在问你问题了，你有没有怂恿过家里的长辈出去碰瓷来补贴家用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吗？你确定你没有吗？你做的对，小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你做的非常好。这个人确实是没有，我调查过，他不让家长去碰瓷，他都是自己去。开玩笑啊、哦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就要告诉我们的长辈不要出去碰瓷，这样呢，大家才不会害怕，才会去扶老奶奶，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。为什么大家害怕了呢？就是因为有第一个老奶奶出来碰瓷了，所以大家都不敢扶了，就变成一个社会性了，多不好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太棒了，记住哈、哦，回去你们都要告诉你们长辈不可以碰瓷，太棒了。我这朋友说要吵架。你先告诉我一下，他到底多少？20，不是，耳机里跟我说一声，他到底他啊，你是21岁对不对？21岁啊，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哦。平时听我的歌吗？如果你21岁的话，你从穿三角裤开始就要听我歌了哦，很辛苦的，好吗？谢谢你哦，啊、哦，还不错的一个男生哦，看上去非常的，怎么说呢，脸上一颗痘都没有，哇、哦，男生皮肤真好。哇、哦，姑娘，你真是有钱人。你几个人来的？而且是第一排，是前面有栅栏的。哇，真的第一排，三个人已经抢到了第一排的3个票。中啊，你太厉害了！哇，后面的朋友。哇，这里我刚刚写什么？小学超人什么？欢迎什么？欢迎来到伏击丘，伏丘。哎，你这个牌子做的像在火车站接人一样。太简易了，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么随便的欢迎啊！啊，怎么了，这位姐姐，你又干嘛站起来？屁股坐痛了？好了，跟你开玩笑啊！很高兴见到你哦，前面的美女，谢谢你们。哇，你我有。哎呦，同学，你是想来踢馆是吧？看你的造型，很高兴认识你哦。哇，哎，这你的牙好白哦，你的牙都白得反光，我的天哪，好看啊！你今天都应该很小吧？哎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兄弟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这个手机拿着 OK 的，我也会把身份证放在反面，但是我不会这么透明哎。对，大哥，我那张身份证你让我看看是你的吗？你长发啊你！这张身份证明显就不是你的哦，你放了2张身份证哦。好，来，哦，是他的身份证，哦，他的身份证也放在你这边是吧？哦，你是搞电信诈骗的是吧？跟你开玩笑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今年多大啊？我旁边那个毕业的开心的我也强劲。你今年10岁，少来。什么玩意？你低点行不行？80。我给你猜拳呢，15、80，你和他18岁，你18岁啊，你18岁啊，天哪，哦，这个看上去确实是差不多是嫩一点哈。很高兴见到你啊，现在问你问题，请问这位18岁同学，你平时会不会在小区里故意拿别人的外卖吃？你这是够忙的，好兄弟，你太忙了。好 ，OK， 你是不是自己平时都没有点过外卖，一路都是吃别人长18岁的？神经病！你吃那么多还这么瘦啊？哦，朋友你太瘦了哦，你要多吃一点好不好？你虽然是18岁，我跟你当时也很瘦，但是已经看上去有点营养不良，要多吃点哦，好吗？好吗？但是不要去吃别人的外卖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啊！我知道你也跟我开玩笑的。好了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